外地来台北工作的王先生赚的薪水，只够过日子，付房租。对于未来，他完全不敢奢望。现在什么都涨，就是薪水不涨。老一辈说成家立业、结婚就要买房子，我想都不敢想。像我租房子的那区啊，4年房价就涨了快1倍，买房子啊，怎么可能？ 年轻人可以将成家立业的希望托付给亲民党，我们为您准备了青年的2桶金政策，用国有土地盖青年住宅，降低租金租给年轻人。当您想买房子的时候，再回馈您原来的租金，当做您的买房金，您还可以预借10年的劳退金作为第2桶金。 让您轻松的拥有自己的家。这是总统大选，你所送珍贵的参山选票，请记得。立委票请投给为您解决问题的亲民党立委候选人。政党票请投给下秀、东街、九一、东山改革、调过中秋、新加坡人民党。总统票请投给有能力、有魄力、能为您做事的，请投3号宋楚瑜。 林瑞雄，让最有执行力的亲民党团队和您一起掌握未来关键4年。1月14号，我们一定要用选票来决定自己的未来，决定台湾的方向。